为何愁眉不展呢？大人，洛阳除常备军校以外，还有一支部队，是由明德大人当年指示，秘密操练的。大人，是否看一下？是由梁节骨亲自操练的。瞧瞧。开始。此乃少林绝学大力金刚掌。大人，少林有的功夫我们也有，明大人早年训练这十八人已成精锐，正是为了备有后手，钳制少林，坐稳洛阳。下官得知大人整日被田知府所欺，胸中憋闷，此等精英知府也并不知晓，自当为将军争得洛阳之主。这支精锐部队可有名号？十八行者。